你中唔中意呢度 part 靓嘅老师啊？中意。我覺得喺 Partner 學音樂學得好開心啦，因為上堂嘅氣氛好好，同埋咧老師亦都好 nice 嘅。嗱，我覺得真係幾好，因為我由上嚟報名，我係連 Do Re Mi Fa So 都唔識嘅，而家十個月我都可以彈到好多我自己中意嘅歌仔。老師又教得好，又親切，咁啲員工又 nice， 咁啊，成日都幫我就到我啲時間約到上堂咯，因為我翻工就比較難約啲時間。就因為咧，我見到我 friend 啦，咁佢係揀咗 Partner 咁去學 Bass， 咁咧我見到佢一個月嚟到進步都好快喎，咁我諗住去下 Partner 深造一下。覺得 Partner 個氣氛啊，所有嘢都很好好，啲老師又好 nice 啊 ，reception 又好 nice 啊，咁樣每次見到我都好開心，佢哋唔知點解。我覺得 Partner 嘅導師係有好有教學熱誠，同埋佢哋都好好人。當然。多謝他們咯，那麼好心機對著，因為說完即年紀都不算小，再學回來都很吃力的，那他會很大的耐性，還有他都會看回我之前學過什麼來去鞏固回我之前的東西，等我的記憶拿回來，那我都很多謝他的。多謝他經常用盡很多的時間和心機地教我不同的東西，尤其是他講每一句的音樂的歷史啊、風格啊，都很生動。當初為什麼會選 Partner？ 不是因為呢之前就在 Facebook 上看到有一間琴行叫 Partner， 跟住呢其實自己其實在教會做司琴啦，一直都很想自己的技巧有進步，來呢都有一些的課程是可以專給我們這些司琴呢去培訓一下這樣的，所以就選了這裡了。因為有朋友介紹，跟住即系佢就带咗你啦。会唔会介绍朋友嚟 Partner？ 咁梗系会啦。咁我前排都介绍咗个朋友嚟学乐器啦，因为我觉得 Partner 呢度都师资都唔错啦，同埋价钱又相宜，同埋我觉得呢度系有系统咯，同埋有信誉咯，咁所以我先够胆介绍朋友嚟 Partner 上堂。一定会介绍啊！其实我都有介绍过啲朋友嚟 Partner。我有介绍咗朋友学唱歌啊，佢都学得好开心。個導師很有耐性教。咁你有冇參加過 Partner 舉辦嘅活動啊？有啊，我哋十月我都係去食面去咗 Partner 嘅音樂會嘅，咁我哋見到好多本地 local 嘅嗰啲 band 啦，即係例如星空舞咁樣啦，真係好好睇啊 ！Partner 嘅band show 咧，亦都俾好多學員實踐佢自己音樂嘅機會啦。咁所以我都好高興，即係除咗學習之外咧，亦都有一啲嘅音樂活動咧，可以俾學生去參與。有一次就係睇 Partner 嘅band show， 令我知道夾 band 其實係一個幾開心嘅事啦，幾愉快啦。同埋如果可以喺台上邊度演出嘅話，係令人一。都是令人幾振奮的一件事，所以我都會向著這個目標去前進。